较多。对，感受不了一起。两个鸟。阿贵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啊？阿贵，指定你有啊？那个导演几公斤？还在问这个？我想问一下导演，说就是贺岁片跟过去在拍那个直剧场，是不是会有一些调性的不同？当然不一样啊！我觉得贺岁片一定是一个超级大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一定要有一个贺岁片，不能没有贺岁片。那我觉得朱大哥离开之后，其实我就一直在想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再有一个属于我们怎么样的贺岁片。那我觉得去年花甲其实大家非常喜欢嘛，我觉得正好可以用这个电影提醒大家说家很重要，然后在过年的时候全家大小一起去看电影，就可以有很多可以聊的事情。对，所以那个风格像有跟朱大哥有哪些风格是比较不一样？那过去的贺岁片，我们其实不敢说我们跟跟朱大哥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有什么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其实也就是很努力让观众觉得很好笑，然后觉得很感动这样子。走出一些新的风格。我们不敢说是不是新的风格了，我觉得大家看了就知道。对。导演真的好多大咖，怎么找到的？有何润东啊，还有听说陈意涵。就很多都是朋友啊，然后想尽办法凹他们过来。所以其实像何润东他们，其实他自己有戏在拍嘛，那大发也是，那但就是。一通电话，然后他们就说好，他们就过来帮忙了。对，那何润东练台语练很久，是不是？是他基本上我每句台词我都需要录一个台语的音给他，然后他就事先就都背好，然后来突然要改哪一句，他就说傻眼，说你怎么要改？对，有哪一句要练特别久吗？好像每一句都蛮久的，然后到了现场其实都还有一些走音的地方，那我们就说他是那个从美国回来的台客。可是大发里面我们看预告片根本没有戏份哎。对，大发其实就真的是一个客串，然后其实我本来想要让大家从头到尾看不出来他是大发的，对啊，就是来玩。那董仲好像又被一个人抓下棋了，对，就是抓的时候也是像刚刚花絮一样，跟吴念娟一样是突然这样抓吗？还是你跟何润东先生谁好的？有先讲好，因为我也害怕伤到他，因为他是蛮不可伤害的，就是大家这个都是很宝贵的东西。那两位抓有不一样的感觉吗？不一样啊，因为大家都不太一样。是因为抓到雕王会有肃然起敬的感觉吗？我说心理上啊，蛮崇拜的，崇拜的感觉。然后拍完之后，他就有拍拍我的肩膀。应该是想安抚我受伤的心灵。所以你觉得他有如那个传说的这么的夸张？就不好说，但大家可以去试用感觉一下。但是常常是第一次尺度这么开的，对。对，然后因为就是片中蛮常抓的，然后我就跟导演说，你要不要下次抓别的、啊，抓周啊，还是抓泥鳅？可是这次又有新歌了，好像都是在电视剧的时候创作。你到底电视剧的时候是创作多少歌啊？不少歌，不少。对，然后就是其中有一首歌，来到电影的时候就意外的，导演意外觉得好像很适合电影的主题，然后所以我就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把它完成。对，最近就可以听到了。导演的片名都是有男孩这两个字，可是女性在里面好像也都扮演蛮多重要角色。那这次，例如说雅婷跟阿瓦，或者是阿妈，他们会用怎样的形式来，就是出现，或者是怎样的一个角色扮演？其实我一直觉得我的电影其实有点是仇恨男人的电影，对，因为我觉得在戏里头的男生都长不大，所以他们常常在大人男孩之间就这样跳来跳去嘛。那所以其实戏里的女生都很伟大，而且都很棒，从阿妈开始，然后阿嬷我觉得是一个精神象征，在这个大家族里头，所以他其实在他们心里头需要的时候，他就会跳出来安抚他们一下。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像这样的角色。那阿伟呢，其实我觉得他开始会争取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因为其实在电视版里头你会觉得阿伟比较像他哥们一直在安抚着他，一直在照顾着他，但是其实女生有的时候也是需要男生多一点主动的关心的。我想阿伟就代表了所有女生说，正话讲，你到底懂不懂我？我需要什么这样？那雅婷是属于比较传统的女性，在电影里头，然后但是她在这一刻，她其实也突然自觉到说，她不能依附在一个花名安排的一个生活状态里面，所以她也需要在她的情感上做一个
发生这样，所以其实每个女生比男生都更快成为大人，其实在这个电影里头。还有再另外问一下，因为其实像去年贺岁片其实表现没那么好，可是今年还碰到那个 Marvel 系列的一些电影，会不会觉得就是票房上也就有一些压力在？我觉得台湾的观众其实眼睛是很雪亮的，就是只要我们拍出一个好的电影的话，我觉得其实前面大家已经很想看了，那进去看了之后觉得很好看之后，我觉得那个口碑传出去我们就会比较放心。那到目前为止我觉得看过人都觉得很好看，我就比较放心了。对，导演要不要先下一个破亿公约？破亿也不够，没有了，因为我们投资成本还蛮高的，所以我想基本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年可以有一个机会是全家大小一起来看一个电影，我觉得这部电影是适合全家大小观赏的。那有觉得说如果破亿要先做一些什么事吗？破亿花名要裸体。哇 ，Thank you。破亿要怎么样？谁啊？那只好不要开始诅咒自己的电影。没有、啊、破亿就会很开心的、啊。对，如果再破一个亿的话，就会更开心。我就想说就是三心两意，看那个，看大家有什么安排啊？对，哦，对，在广州，广州裸奔，对啊，广州在预告里面已经露两遍，对啊，就破亿就很开心嘛。那大家都需要开心啊，因为你知道开心在生活中是很重要的东西。好像是也是第一次在那个就是两点公开给大家看，对不对？导演包红包给你拍完的时候，对，因为也谢谢导演有这个。裸就是裸体的戏的这个机会，因为平常洗澡也很难一边洗澡一边看自己嘛，那也是因为要这样拍完这个戏，我就可以到电影观赏一下自己的同体，放大检视。那还满意吗？自己的同体？我目前用手机的那个荧幕看自己的同体是还觉得还不错，不知道它放大到电影幕会对。会不会出现一些戏？正蓝觉得呢，自己说不准啊，对啊。正蓝觉得呢，毕竟你是当事人。哦、oh, ，我觉得我其实他一直都有在练，其实同体的状态一直都还蛮好的。但那天真的他的内裤太抢戏了，所以我的重点都在他的大白鲨吗？是，这个位置很尴尬，很尴尬。我感觉舌头要伸出来的感觉吗？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大白鲨，大白鲨舌头什么东西？这花名。大白鲨其实可以打几分？经验吗？经验，我怎么经验？不要落入他的陷阱，不要落入他的陷阱。什么经验？就笑一笑，你说电影打98分就好。电影100分，对。大家可以到那个戏院里面看他的同体跟我的小小的同体，对，有露一点点，对对对。我们这样讲话，还是姑姑经验比较丰富？你觉得如果中的姑姑要渡过去？姑姑经验比较丰富，阅人无数。对，姑姑阅人无数，这话都讲得出来。姑姑在电影里面有很大的突破。哦，对，姑姑很辣。我必须说，这部电影是我从影以来就最大的突破，所以不管是看到老的、小的、少的同体都被我看过一轮了，能摸的我也大概都抓遍。哇！卢广仲的小红豆，如果在手机里面看大概是0.3公分，到电影院看大概差不多60公分左右。所以我们破亿就先请大家吃红豆饼，好不好？哇，好棒！破3亿的时候呢，我们就开放雕王让大家随意拍照，拍照。我不晓得，不是我不晓得这个事，对啊，对，讲完了，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往右边一点了，那边要看。好，我们左手边。然后我们的中间。来，我们合体个爱心，好不好？我们今年过年，希望大家呢一起小爱心。右边，魔法海报，哎呦，魔法海报抱在一块。来，广告手伸起来。往右边站一点吧。往右边站一点。来左边，左边完了之后呢，我们正中间。来，我们正中间完了之后，我们右手边。右边。好，右边。好的，还有没有补拍什么？好，来一个。
单拍，好的，来，我们广东先单拍。小刀跑的人，那请问。好，来中间，来右手边。右边，右边。好的，董座会希望能够邀请大家二月九号一起进电影院这边来看《荒讲大人转男孩》。阿伟在里面呢，到底是方伟琪还是伟哥，还是女孩子的感觉？右边，右边，右边。里面的不同的造型，都会在里面让大家感受到。来，左边，阿伟看左边。接下来有趣事的，各位跟我们的花甲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的右手边，好的，右手边，好，大哥，还有没有谁要单拍镜头？在里面呢，我们的南哥呢，就会看他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依旧是捕蛇吗？还是他会有所进步？来，中间。好，右手边，两个右边，右边。好的，好了吗？好，那我们就先进行联访哦。